Dum-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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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8:06，大家安安 今天要来到东京幻都尾声的部分啦。上次有人说是 true end，反正我们就完了就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8:06，来来来来来一个就各位吧，看看。然后终将天明，最终化结束。接下来是尾声，也是东京幻都啊最后的时间啦。那我们玩的是 EX 版呐、啊，所以还会有一个后日谈，所以就差不多应该就剩这些东西。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这个话怎么选啊？从尾声开头，桐木站，从桐木站目前重新开始。他是有说什么？我选什么？选哪一个啊？为什么要从桐木站啊？哪一个才是去啊？我这边也没有告诉我要怎么选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从桐木站尾声？尾声是不是？那为什么这要从桐木站？我们点个这个好不好？随便点一个，是可以让你再看一次剧情，是不是？对啊，这就重打啦。让你再看一次剧情吗？再读一次。应该是从尾声啊。哦，它这个算是一个结束，那尾声开头重新开始，就是大家所说的 true end 吧。毕竟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尾声，好，就选这个了。来，走。它那应该只是让你可以在有没有重新可以去看那个最后的剧情。好啦。事情发生之后，再隔了一小段小小的时间，我们这边上次是不是有跑啊？还是我的错觉？放暑假喽，暑假喽。好。最后一次口令。对啊，我觉得好像，也许剧情会不同。对啊，地震のせいで一週今年もついに女の子が開放的になる季節。对啊，这里不是跑过了吗？つうわけで、こうもバイトはねえんだろ。end 不同是不是？好，那我们这边稍微快一点好不好？とにかく気が向いたら。这边看起来都是差不多。あいつがいた時存在过的事实。たまにはね。最后会有不同啊！大家都说最后会不同。よ、リオ。まあね、夏休み。对啊，我这边看也是会有，还有东西来。应该是最后的地方。这里都一样啦。好，我们慢慢来。再来是，对，换你们。这边想看，上次都看过了，好不好？我觉得关键是在最后这里，还没，还没，还没。
哎呦，そういえば感谢超级留言。森宮での任務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だ。有可能有遗漏的。这边应该还没啦。对啊，我也觉得是最后小女孩那里。而且其实我上次有一点，我之后一直脑海中回想，那小女孩好像有出现过，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ちなみに、美月さん。这边应该都还一样。来，这里开始好不好？这里就是之前的结束的地方，我们慢一点，也没有到慢一点啦，就是不要再加速的。应该有特别的哦。呀，小女孩走了吗？哎。缘分碎片有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来启用缘分碎片。哎，连名字箱都听到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不是我的幻觉。おい、しおりなのか。ええ。私にもはっきりと聞こえたわ。今のは一体。森宮か。つくづく面白い地だね。是谁？哦。哦，怎么又是你？你干嘛？我恭喜你。又是异界之子雷姆。お前は異界の子、どうしてあなたが？少しやり残しがあってね。未了的心愿哦。彼女の家に今から行ってみるといい。そこに君たちの求めるものがあるはずさ。啊、那小女孩还有在来吗？私たちの求めるもの。まさか。行きましょう、時坂くん。哦，不一样喽！而且时间还是，还是处于冻结时间内，是不是？那我可以先不要去他家，我们可以，哇，片头，我想说我们有点事情可以做啊，在时间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分开行动一下。哎呦，哎呦！啊，久违的片头。那雷姆要救世界了吗？哎呦，片头还人都有在，好不好？人都有在，还想说他有没有片头，他就不见了。久违的片头，好好享受这一刻。哇，魔女篇真的是最难的。话说上次那个打 boss 的时候，提亚里说的话，好像也没有人翻译，好难过、哦。嗯，还是有人翻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记录堂那边说，求大神帮忙翻译一个。
而又委身前往心意造就的明日，不一样咯。我们终章是然后终将天明，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抵达了那一个明日，寻找我们的妻子啊！哎，还是时间冻结的时候哎。哦哟，最特别的门呢、欸，之前从来没有看过长这样子的。こいつはゲートか。神山温泉での試練にも似ている。あれよりもはるかに大きな力。因为他白中带黑，然后又有那种神秘的光。哎、欸，其他人也来了。断线了，自己重整哦。我这边都顺的哦。顺的。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みんな。有人在聊天室有翻译，是不是？好，我之后再来找找。あのロリッコが現れてさ。私もあの子にいきなりここに来いって言われて。我会去看的，没问题。揃ったみたいだね。到齐了，大家都到齐了。大家怎么都这么棒啊？可以来啊！喂，マジでどういうつもりだ？想说この地で何かを起こす。时间暂停，有很多事情要做。そういうわけなさそうだな。そのゲートは一体何なの？この門は英国产出之物。少しずつ手繰り寄せるように。確実に紡がれてきたそれは。那个终于接触过。どういう組を結ぼうとしている。森宮の血そのものと結びつくことでね。森宮の血と結びつく。ああもうそういう。总不可能是让他复活吧？可是这样因果又不同啦。もしかしたら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かも。おじいちゃんが言ってた森宮では昔からたまに奇跡が起きてきたって人知を超えた何かがこの地には眠っているんだって看来哦我们大家都知道结尾是什么了何か好竟然会有奇迹发生そういえば我们就要把它撬开来どこかで似たような話を聞いたような一体この奥に何があるってんだどこか神聖でおごそかな気配を感じますが、鍵を集めるといい。收集钥匙。この町に眠るそれをすべて集めたとき、君たちは試練に挑む。收集钥匙还拥有考验的资格。試練だと。で、何のための？お、怎么了？まさか。ええ。よ。ひょっとして大家都想到了そんなのありえないありえないけど有没有机会把他救回来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珍惜これで終わりだ。遠くで見守らせてもらうよ。这雷姆真好神秘哦。最後の選択を。最后的选择当然是要把他救回来啊。尽人事，听天命，来吧来吧来吧。那当然一定要去收集啊。走吧。どうやらやり残しがあったみたいだ。頼む。もう一度だけみんなの力を貸してくれねえか。よし。当たり前のこと聞いてるんじゃねえ。言わずもがなです。偶像没说话。これも部活動の延長でしょうし。不是，哎呦，隐藏奖励关卡，真的。最高のステージには、アンコールが。还有安可。当然、
俺も副顧問として。啊，你不用来，没关系啊。みんな、佐伯先生も。早速市内の探索を始めましょう。我是觉得，时间暂停的状况之下，比较能够找到钥匙啦，对不对？为什么要解除时间暂停？真的，哎呀，真是可惜啊！哦，收集钥匙，有几把钥匙藏在杜宫，全速收集调查这个门。还没收集到钥匙，去绕绕吧。有没有光管没差啊？大家都乖乖的就好啦。